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销售。那瞄准位置。哦，对啊，还有达比的熊掌，达比的熊掌。三级，再来服装，我现在这个就很强，不过它是加弯刀伤害，没关系，打比亚熊掌要是很烂的话就用这么一次就好。超暴力的冲撞，啊，我好像都没有换武。All weapons permitted. May the strongest brutes win. 都没有补消耗品，这样要是打不赢，就不然又上次没找了。还是中刀，七等哦。铁路会让我站不稳。不要站在铁路上，不要站在铁路上。哇，这太混乱了啦！好强啊！他本人不怎么强吗？本人挺弱的，手下很强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Jacob and Evie Fry, and as of this moment, you all work for us.啊！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失去同步？我刚刚做错了什么吗？我不是赢了吗？老大杀掉啦！哈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吧，再一次。
是啊，杀了，杀啊！在哪里错了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are Jacob and Evie Fry. So, 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好啊，不管了，我赢了。序列吧。我不是才做到序列四，怎么会有序列吧？好吧，我先回火车那边去买个东西。神耶，嗯，你要用你姐的账号啊？神一般的 bug， 那真的很扯。对啊，电脑准备重灌。你之前不是才重灌过吗？是说之前？玉璧不是在大革命 bug 的时候出来道歉，说下一代绝对会好好做吗 ？A letter for me。那个信的事情先不管。What an unusual cloth。领个钱，然后。跟一会一样，升级一下装备。看能不能制作一些东西。烟雾弹升级，好，制作。升满了。增加药品量。觉得药品很容易不够，如果要对战的话，炸弹弹应该还好，子弹多一点好了。然后材料就不够了。再来我想应该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完成其他的一些有的没的东西。火车上面有一个啦，就先从火车上的开始好了。无法切换角色，怎么有时候都会无法切换角色呢？然后就被切换了。Some Templars and killed one. But Nigel was too sozzled to get away. Knew the constables have him up for murder. 新来的那个小弟吗？闯祸。哦，好，昨天应该是指还没开始做的，有道理。不过看他的评价很好啊，我是没有去看评价。只是 bug 多已久，需要很多铁锭，赶快去挖矿。我要拿那个高级矿渣换铁锭，那这样好像不是很值得。知道我那台机器快要做好了，其实剩下一点点小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，超级潜行一围。我妈再加一点战斗力好了，我要太容易死了。下不了车，这个门是侧面试点，居然还可以这样，就可以搭火车看整个伦敦就对了。好啦，这个先不管，重点是我要下车。
哦，我后来发现啊，其实有时候不是要勾的地方没有办法使用神枪，而是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不能使用神枪。那如果人换一下位置，有时候就可以了。这个车我还没开过，我开一下。好大台哦！而且很不灵活，踏车就会推胎。好，我撞到了一个红色的，撞击力好像很强哦。哇塞，提到零服务耶。所以 bug 的差别是爽跟不爽的问题。呀，有战斗。这个战斗来的不是时候啊。bug 的差别是爽跟不爽的问题。由于直接解锁序列8，所以很爽。There you are.解锁序列8，我不知道是怎样了，反正说不定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如果它是多线前一起进展的话，上面乘客很镇定，如果是 GTA 的话，他会在上面猛喊，有遇到一些叫声很好笑。记得我把影片留下来了，但后来就没有去点，所以 YouTube 上也没有。这路好窄，哇，会车。Here now。好好好，我让你先走。我知道 NPC 他不会让我。之后不要杀害任何一名警察。不可以杀害警察。This is going to go bad for you. Confess, and you'll save us all some grief. I didn't do nothing.So help me, Bob! Well, 要怎么样不杀害警察 Miss Evie, we kept buying drinks. The next thing I know, they say I burnt someone. Oh, Nigel. I had one too many and lost all my things. They must be scattered all about. Oh, and there's a knife out there too. Could you get them before the Rosses do? Yeah!Shut up! Use all your power!集欢警察，集欢警察四个，集欢。
She's done for!跟着我，好吧，神枪出场，没有地方可以打，可以。什么？警察视力也太好了吧！ 有个落单警察，这是我的好机会，在他后面落下。 他拒绝我了，可恶！好难啊！干脆把他们杀光光算了，真麻烦。 我都忘记这一带有吹哨，我也没插，就是先击晕这个吧。
较麻烦的警察是。哦，正面来一个。钻进来，好，集晕。哇！好，躲在山下就可以了。神枪脱逃。所以说，那种督察到底要不要来？什么总督察到底要不要来？哎，那个警察怎么？他也下去的太快了吧？我跟他绕圈圈好了。顺便连宝箱一起带走。总督察随时要来，我看到了。没关系，他可以慢慢来。他应该来不及看到我吧？快快快！因为动作快一点。等一下，尸体也在下面吗？这尸体要怎么藏啊？丢错地方，没关系，这里应该还可以。啊，捡起来带走哦。高难度啊，这个好，
带去藏起来。哈，这个逆藏就掉进这里面。这个藏太差了，这伦敦的警察办事效率有这么烂吗？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样冲过来，要跟局长交谈，应该马上被抓起来。And what evidence are you holding this man? Why on, Sergeant? I believe at a minimum you need a body. We can't find a thing, Inspector. You botched another one, Sergeant.成功！连一个尸体藏在草堆里面都找不到的警察，难怪暴徒帮这么盛行。我碎片在，没看到。没有啊，天上吗？啊，看到了。我应该是信仰之月吗？还是反向灯？答对了。那区毕竟是别的区。看一下我的火车在哪里。我的火车看起来还有其他任务，继续火车任务。一回来，晚安，天气好困，晚安。一回来笑脸超可爱，是吗？因为就这样啊，因为应该算是比较帅的吧。伦敦的监狱都有绰号。冷狱场监狱被称为钢铁，巴士里监狱的俚语简称。啊，我还没看完耶。Seems a letter has come for Jacob. 有一封信给雅各。他这应该是格林，该不会是格林机关枪的格林吧？看那个图。好，去带带看。只是雅各的信我要怎么收啊？You should see what's waiting for you at Whitechapel Station. Nigel wants to make up for